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由花莲县政府主办，花莲家庭教育中心承办的幸福家庭讲座，26号的下午是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邀请到讲师透过生动诙谐的演说风格，教导乡亲如何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在现场约有上百位的民众前来聆听，也包含了县长许正卫。我们下午要讲到几点？你看看，这就是为什么花莲不进步的地方。我在世界各地啊，这次是因为县长，我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去外面世界演讲，才有机会来给各位讲三场。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为普及家庭教育，强化家庭功能，26日下午在花莲县府大礼堂特别邀请亚洲工商界名嘴讲师张景贵莅临花莲，生动幽默的演说风格让现场百位乡亲笑声不断。县长徐正卫也特别前来聆听，表示能邀请到张景贵教授前来，机会相当难得。那时候的预期是说，大家在家里可能婚姻会更加的幸福美满，没想到呢，斗嘴的斗嘴，动手动手，打小孩打小孩。所以我们那时候整个那个家庭教育中心或者社会处卫生局，哇，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那时候就想，我们一定这个要请教授来再给我们开示一下。所以呢，一连的就邀请了这个做了三场的演讲。所以真的也要谢谢教授，一口气马上哦，我是深夜传哦，教授马上就回复说，我一定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所以我们再次给教授掌声。幸福的家庭要如何经营？期盼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透过案例与互动，帮助民众有进一步的想法和方法。接下来在8月2号是告别压力，谈 EQ 与情绪管理，以及9月27号的2020年如何心想事成。两场讲座，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至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网站线上报名，也可拨打专线03856969 2电话报名。记者蒋邦彦，花莲市报道。